大家好，歡迎繼續收睇由澳門賽票人公司贊助嘅《平台品足》第二節嘅環節啦。咁今次裏面都會同大家去一去歐洲，睇睇上個星期有啲咩嘅事件發生咗啦。上個星期首先去英超啦，其實見到咧，車路士上一個星期咁2-1就擊敗咗就係水晶宮啦，咁亦都係咧就係攞到今屆嘅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冠軍啦。因為分數上面已經就可以話拋離咗就係第二位嘅阿仙奴啊、曼城呢啲嘅球隊噶啦，咁亦都係咧就成為咗今2014-2015啊嘅冠軍。咁其實咧今季車路士攞到聯賽冠軍咧，可以話都幾正路啦，因為其實佢哋個發揮係相之平穩嘅，咁啊同埋摩連奴嘅足球哲學咁啊真係不得不服啊！咁啊佢哋亦都係以一個繼續以一個防守嘅陣式，咁啊都係攞咗呢一個冠軍。其實摩連奴之前咧都係用一個防守嘅陣式咧，就帶領好多支嘅球隊攞咗呢個歐聯噶啦。咁啊包括咧就係波圖啦、國米咁啊同埋咧就係呢個皇馬咁啊都係嘅，咁啊都係用一個比較係防守嘅陣式，咁啊佢係去攞一個嘅冠軍。今次嘅聯賽冠軍咧，亦都係啦，可以話比較係防守性比較強少少，亦都係暫時嚟講，車路士可以話英超裏面失波最少嘅球隊啦。所以咧，佢哋攞冠軍亦都係實至名歸啊！咁喺呢度亦都係祝賀佢。但係其實嗰場波咧贏得幾驚險下嘅，可以話攻足差唔多90分鐘噶啦。最後咧就係憑住哈薩特咧，上半場臨完場前有一個12碼。雖然一射射埋去咧，就係俾對方門將撲到，但係好彩都係自己保中翻。最後亦都係憑呢一個入球全取3分，亦都係奠定咗咧佢哋英超冠軍嘅席位啊！亦都恭喜咗呢個車路士先啦。但係另一邊雙咧，第三至到第四位同埋第二位嘅球隊咧，其實咧都爭得幾激烈下嘅。尤其是第四同第五位曼聯同埋就係利物浦啦。曼聯上個星期慘啦，亦都係主場啊0-1輸俾西布朗。亦都係連續3場嘅敗仗，同埋兼一球入唔到嘅。有啲球迷就話啦，可能雲哥爾呢一個嘅戰術已經俾對手就洞悉咗，淨係識得控球，就唔識得射波嘅。因為其實睇翻好多場都係嘅。見到曼聯好多時控球指數係贏曬，但最後都係輸波嘅。因為佢哋淨係控波，淨係喺度猜波，就唔去進攻，寧願就保持控球在腳。這個可能亦都係雲哥爾嘅其中一個戰術啦。但係呢一樣嘢似乎已經俾佢哋嘅對手就洞悉咗啦。所以連續3場波輸波，兼且一球不入啊！咁睇下剩翻幾場賽事咧，雲哥爾會唔會變一變，擺翻啲主攻嘅陣式出嚟啦？因為其實收埋咗迪馬利亞都有一段嘅時間嘅啦。因為近期比較喜歡就係起用就係馬達啦，同埋就係呢一個費蘭尼，加上就係靴利拉，所以而家迪馬利亞嚟講喺到季尾已經就甚少上任機會。雖然雲佩斯復出，但係法卡奧始終係死緊火，但係雲佩斯翻出嚟之後個狀態都唔係話咁好嘅啫，所以令到曼聯近幾場波都入唔到波就係咁解啦。至於喺後面虎視眈眈第五位嘅呢一個利物浦咧，其實而家同佢個分差就4分嘅啫。上個禮拜喺主場險勝就係昆士柏郎2-1，繼續就以61分排第五位，仍然有機會就爭呢個前四噶。同曼聯爭4分嘅啫。但係大家打35場，而家剩翻3場嘅賽事裏面要追4分，其實唔係咁容易嘅，因為始終曼聯都唔係話真係一隊弱旅啦。如果去到危急時候，我相信曼聯咧都會使出佢嘅真功夫啊！謝埃特亦都係將功補過啦，曾經射失一個12碼，但係幸好臨完場前啊，憑住佢入球亦都係全取3分。睇下呢個第四位最後可以花落誰家啦，因為第四位都可以就係晉身到呢個歐聯嘅附加賽裏面啦。但如果第五位只可以就角逐歐霸杯嘅啫。相信曼聯今季抌咗咁多錢落去，都唔想就係下一年打歐霸杯嘅。所以剩翻3場波，我對於曼聯都幾有信心嚇。前面有前面鬥，後面都有後面鬥啊。榜尾形勢亦都係比較亂少少嘅。而家暫時嚟講，英超有7隊波有機會就係降班嘅。包括就35分嘅維拉咧，同埋就紐卡素。值得一提就紐卡素已經連輸咗8場波噶啦，而家直插到落去差唔多榜尾嘅位置。跟住利斯特城同埋後城就大家34分，咁啊即係兩隊35分，兩隊34分啦。跟住33分嘅亦都有新特蘭啦。另外昆士華狼同埋搬尼就基本上係降班膽噶啦，因為兩隊都27同埋26分，剩翻3場嘅賽事要追6分，仲要望對手係輸波添喎。所以基本上昆士華狼同埋搬尼可以話已經叫做膽咁滯噶啦。希望咧就睇下邊一隊
就可以逃出生天。如果唔係就要陪呢兩隊嘅升降機就要去降班嘅啦。但係而家以咁樣嘅走勢嚟講，我覺得後城同埋李斯特城嘅機會就最大，因為雖然新澤蘭33分，但係佢哋咧而家有一場在手嘅，所以咧隨時有機會就趕過翻李斯特城同埋後城，甚至乎紐卡素同埋就係維拉呢幾隊嘅球隊啊。好啦，咁啊睇完啦呢一邊嘅英超啦，跟住就去西甲啦。咁啊西甲上個禮拜其實咧，西甲圍繞個話題咧都係皇馬同埋巴塞啫。今個禮拜都係一樣，咪都係圍繞呢兩隊。咁但係咧，兩隊嘅球員咧就真係想提一提嘅喺呢一度。咁啊嗱，首先睇睇就係皇馬同埋巴塞咧。上個星期大家喺週中同埋週末都有賽事，咁大家兩場波都係贏波，全取6分嘅。咁啊而家喺個榜首嘅形勢嚟講咧，巴塞仍然以2分咧就系 head 住咗皇马，但系咧喺呢两上周嘅两场赛事里边咧，其实个分别都几大下嘅。皇马两场赛事都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啦，可以话。但系相反巴塞咧就两场波都相当之轻松嘅。先讲巴塞啦，巴塞上一场波喺周中主场咧就6球波赢加泰，跟住咧就喺周末嘅时候作客8球波赢科尔多瓦，两场波总共入咗14球波而冇失球嘅。加上咧，佢哋亦都係可以話三個嘅 MSN 組合咧係相當之 fit， 同埋咧就係冇傷病任何嘅傷病啊。所以其實咧喺呢段時間聯賽大直路衝刺嘅時候咧，對於佢哋係相當之重要啊。相反睇翻皇馬呢一邊啦，上個禮拜咧，首先對住咧就係呢一個嘅艾米利亞啦。雖然就話好輕鬆3球波贏咗艾米利亞，但係其實嗰場波咧賽後都有小插曲嘅，就係 C 朗啦。C 朗大家都知道同美斯咧鬥得好激烈嘅，佢亦都係喺賽前就係39球波，領先緊美斯嘅36球啦。喺射手榜鬥得咁緊要嘅時候 ，C 朗當然想入波啦。但係對住艾米利亞嗰場波咧，見到佢其實有機會就梅開二度嘅。但係咧第二球波。最後咧球證亦都係入咗咧就杜斯山道士嘅烏龍球啦，最後一球仲慘，明明係空門噶啦，但係艾比魯話喺 C 朗面前咧就後上，將個波射入網裏邊，跟住咧艾比魯話當然高興啦，自己入波喎，同埋幫球隊領先到3-0。但係咧 ，C 朗反而咧就大力將個波就射埋去個網嗰度，即係其實係發緊脾氣，因為艾比魯話喺後邊插上嚟，射入咗一個入球，就令到 C 朗咧就冇得入波。所以嗰球波咧就令到咧就係好多球迷都話啦 ，C 朗其實都比較就係獨勝，其實隊友入波同自己入波冇乜分別啦。但係佢亦都係比較貪功少少啦。艾比魯話截完胡之後咧，佢亦都係冇同艾比魯話同埋希蘭迪斯咧就係慶祝嘅。所以賽後咧都有傳咧 ，C 朗自己就黑面翻入更衣室，因為一球波冇入，雖然球隊贏3-0啊。呢一個已經係一個話病啦。最慘咧就去到週末嘅時候作客對住西維爾，憑住 C 朗一己之力，自己啊獨取3球，亦都幫皇馬咧就3-2擊敗咗西維爾。但係咧亦都有嘢講喎，就係話有好多嘅球迷賽後影到佢咧自己喺度偷笑啊。所以話咧，其實呢個 C 朗其實都唔係為咗個。覺得佢唔係為咗球隊嘅利益着想，就係為咗自己可唔可以擊敗呢一個美斯攞呢個神射手獎。所以咧，其實大家球迷講嘅嘢，其實都唔可以話唔信，因為其實都有根有據嘅。見到佢偷笑嗰個樣咧，都幾奸下。所以咧，就唔知佢因為球隊贏波，定還是自己入咗3球而係開心啊？但係其實同佢一個好大對比咧，就係邊個咧？就係佢嘅死對頭美斯啦。上個星期咧，其實美斯亦都係有幾個入球嘅。但係可惜咧，見到美斯雖然就唔係話入得好多，上個禮拜加埋咧都入咗4球波嘅啫，比美斯嘅3球仲要多。但係咧，其實佢仲有機會入多幾球嘅美斯啊。因為咧，喺對住加泰嗰場唔講啦，因為其實美斯都有2個入球啦。但係作客對住科爾多亞嗰場波咧，其實MSN 組合咧，大家都交俾大家射咁滯。譬如美斯就交俾尼馬，尼馬交俾呢一個蘇亞雷斯，蘇亞雷斯交翻俾美斯，即係其實3個配合咧，配合得好好嘅。嗰場波亦都打到咧，科爾多亞完全冇還手之力。但係美斯做咗個動作咧，亦都係令好多嘅人咧就係稱讚佢嘅。就係咩動作呢？當佢入波入嘅時候咧，跟住有一個12碼嘅。但係嗰球12碼咧，美斯係主動叫尼馬去射，因為當時尼馬係仲未有入波嘅。見到美斯呢一個舉動咧，同 C 朗嘅舉動係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所以話其實咧。基本上美斯就唔係諗住呢個射手獎嘅，基本上係諗住一個嘅聯賽冠軍。佢又覺得咧就係
團隊嘅精神咧，就係比自己攞城市首獎咧係更加重要。咁所以呢一個美斯亦都係喺呢兩場賽事之後咧，都受到好多人嘅一個讚賞啊。咁但係點都好啦，咁啊而家兩個鬥到咧就都係爭兩球啫。C 朗就而家為止咧入咗42球，美斯入咗40球。咁但係我覺得美斯根本就唔稀罕一個神射手獎嘅，佢又反而睇重呢個聯賽冠軍。咁啊，始終俾我感覺咧，巴塞係比較整體少少嘅，皇馬就比較個人技術少少。咁但係鬥到最後，究竟邊一隊可以攞到冠軍，同埋邊一個可以攞到神射手獎咧？我諗過咗3個禮拜到咧，就會同大家就知道噶啦。但係 anyway 點都好啦，咁啊呢一兩個嘅鬥法真係可以話無止境嘅。基本上呢兩個生埋同一個年代咧，基本上係一個可以話對球迷嚟講當然係一個好事啦。但係對佢哋兩個美斯同埋 C 朗之間咧，可以話其實咧就真係兩個只能會一個咁滯啊。好啦，咁啊睇完就西班牙呢一邊啦，咁啊最後咧都想同大家去一去咧就係芬蘭啊。咁啊點解去芬蘭咧？今個禮拜咁其實咧芬蘭嘅聯賽，世界各地嘅聯賽，即係歐洲聯賽咧，都差唔多已經進入到尾聲啦。咁但係芬蘭嘅聯賽咧就啱啱開始嘅啫。咁但係都係出現咗一個幾奇特嘅情況啊。咁啊就係而家芬蘭嘅聯賽榜裏邊咧，咁啊因為其實而家芬蘭聯賽其實唔係好大規模嘅啫。呢個芬超咧，即係芬蘭超級聯賽咧，就有12隊球隊。各自都打了3至5場的賽事，但是很奇怪，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都可以上網看一看現在芬蘭聯賽的積分榜，由榜首的球隊至榜尾的球隊，今晚得咁巧，就是由每一隊升一級就加一分，就是說由0分至11分都有，這個情況就不是那麼易見的。但是今年來講，就是這個芬蘭的聯賽就發現了挺有趣的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你都可以看一看芬蘭的積分榜。但其實大家可能一講開芬蘭聯賽就不是那麼熟悉，最熟悉的當然就是這個赫爾辛基這些球隊。始終呢赫爾辛基經常性都會在歐洲賽事就是亮相，當然他的實力都在芬蘭聯賽裏面亦都是比較就是出名一點，但是今季始終就剛剛就開始了無奈而已，所以到季尾究竟可不可以赫爾辛基繼續就是拿這個冠軍呢，要拭目以待，因為畢竟都有20多場的賽事要打，但是就芬蘭聯賽現在剛剛開始而已，因為始終他們的氣候來說就比較就奇特少少，因為位於北歐，所以咧佢哋個聯賽咧就唔會好似其他歐洲嘅聯賽咁樣，就喺8、9月份展開嘅，咁就會咧就喺呢一個4月份咧就係先展開嘅啫。咁所以啦，咁啊有啲咩嘅戰情，咁啊北歐方面嘅聯賽咧，我亦都會同大家咧就睇一睇嘅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跟住咧都可以睇一睇本週賽事攻略，咁睇睇我同阿君咧有啲咩嘅推介俾大家，轉頭再見。